各位亲爱阿红无所不谈，咱在网络观众大家午安，大家好。一个刚刚咱这个阿红无所不谈第二这个单元，来咱现场电话台北空里2977138，现场电话台北空里2977138，咱这个电话依然是和董树林定情的电话台北空里2977738。来，配好的煮的熬的好细腻哦，这个酒肉烤，这个呛王金平，伊在讲啊。那么你走袂去就对了啊。那么这是。新塔卡政治中心综合报道：2013年10月3日早起9:55发布的吼，针对专访马英九总统谈涉密以及到立法院院长王金平被控涉及的这个司法官涉案，媒体人周玉科靠。因为这个课哈，那么表示了马总统愿意将细节公开，哦，那么日后拢爱受检验呐。王金平呢？王金平，你走袂去啊，就对了，哦。那么这个靠伊伫咧讲呐，王金平袂使用个诉讼动作。动静摆了，哦，你那是如果是中正党员呐，就爱和党啊来清白，就应该被党检验啊，哦。那么就要靠你伫个中天新闻台湾国文团节目中表示，国民党内面因为连胜文讲台名王朝了。连前讲卖侮辱王金平，加上王金平转移焦点，何就是何良斌，朱就是朱立伦呐，吴就是吴志强，这些人拢伫个何时呢呐？如果是从国民党内面，这个新生代吼，拢无大是大非，伊宁可投票予民进党。那么律师曾秀明伊伫个讲啊，马总统面对司法调查是正确个啦，任何国民拢有作证伊个即个义务啊，马总统嘛无法啊来回避，不减伊个即个团团，面对司法接受调查，这是正办啊，哦，这是有关。马总统，那么受这个媒体人周玉蔻，这个电台也会顺安尼啊，算讲询问的是，哎嘛，袂使讲询问啦吼，算讲这个访问啦吼，的时阵啊来讲。后来，咱这个就广告就结束，期待下回讲这个网络，讲这时间继续收看阿红无所不谈，再见，拜拜。